University officials told me since then, President Michael Drake commissioned the Suicide and Mental Health Task Force to create prevention efforts and mor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students. Ultimately, if somebody wants to take their life, how can you really stop them? 今天的视频和以往视频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天视频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些东西。开头大家也看到了，今天上午的时候，学校商学院有一个同学跳楼，当时我还在上课，然后我最先是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人在发，哎，就是 Blackwell 那个地方，就今天事发地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警车在，然后后来看到朋友圈越来越多的人在发，就是现场的一些照片，有电视台的记者，然后有警车，有火警，然后那边的路全部都被封了，就感觉事情好像有点不对了。后来我大概12:30下课，然后去车库，往车库那边走，然后开车出来，那边已经没有事情了，就已经都散了，所以好像就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新闻里面报道出来说有个同学就是从我们商学院这个车库之前还带大家去过啊，这个车库的顶楼坠楼，然后没有说是自杀，然后校长给我们发了一封邮件，说是警方还在调查当中，然后就告诉我们最近就是如果有心理问题的话，如果觉得比较低迷比较迷茫的话，可以去找这些办公室去咨询心理医生什么什么的。想说什么呢，就是反正就是很难受，每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很难受，但是这次就离得特别特别近，就在我每天路过的这个停车库。可能大家在国内不是特别能感受到在这边的环境吧，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就觉得我来美国这么多年，就我觉得挺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的，因为就很显然你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你太把自己封闭的话，你很容易得自闭症，然后也很容易就不跟人讲话，就很容易就心里会胡思乱想一些东西，然后特别是当你觉得你的帮助离你很远很远的时候，或者大家有时候不肯踏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去寻求学校的帮助，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觉得还是就挺那啥的，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心理不是很健康的话，请马上寻求身边的帮助。然后如果你的朋友有这些问题的话，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是自我的过度诊断，就一定要跟他们好好说一说，好好谈一谈。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嘛，所以就每次一有人发生这种事情，就会第一个想到他们的父母，就是把孩子培养到大学，这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留学生，之前也有好多留学生这种事情嘛，就不知道他们父母的心理是如何承受这种东西，也有可能很多人都崩溃，就承受不住。我觉得再忙再累，事情再多，你起码要开心吧。对，我觉得开心很重要，所以我可能有时候自己会抱怨很多关于生活的琐碎，关于生活是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自我调节，就想一想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很有意义，所以就开心起来了。哎，我不知道，反正如果大家有这种困惑的话，请务必要去寻求帮助。对，我觉得我一个是今天真的不知道该拍什么，没有什么心情去拍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想就是能尽量让更多的人就传达到这个信息吧，就是寻求帮助。
对，行了，今天视频就这样，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就把我话听进去，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嗯，就这样吧。